尘封的秘密。牙医，你真的会是那个能改变一切的人吗？嗯，这是颜料。格里兄的孩子也来这里了吗？格里修那孩子还是改不掉到处画画的习惯呢。是往这边走了吗？他妈早就说过，寻宝咱可是专业的。兴致勃勃呢，对于孩子来说，这里就像是梦境吧。格蕾修，你在临摹吗？哦，那幅壁画，格蕾修，看到了什么呢？因为那就是这样一幅画吧。是啊，我经常做雕刻，所以与壁画之类的作品也算是有些缘分。那是一句非常非常古老的歌谣吧。某一日，它从天坠落，地上的人抬头仰望，于是看见了星空。是啊，所谓生命，总是重演着那循环往复的悲剧，但正因为是悲剧，留下的痕迹才如此壮丽，格外耀眼。我不知道，格蕾修，每一个孩子都喜欢瞻仰星空，但慢慢的，你的视线会越过繁星，投向那片深邃。这个过程，我们称之为长大。对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靠方舟。住口吧，阿波尼亚。科斯摩，在此止步，这就是你现在应做的。